这个煎豆腐好吃，来尝尝，试试。怎么了？我工资要涨了，多少？这么多？我也没想到店长会给我发这么多。 看来最近店长对我的工作还挺满意哈。喂，吃我冰激凌吃饱了，就打一个素材，减肥啊你？没钱啊，不然你请一个婚的给我。开玩笑吧，你们家每个月给你这么多生活费，我花完了不行啊。红烧肉啊。啊。你说要不用给店长发个谢谢啊？嗯，发一个吧。 谢谢店长。不客气，继续努力。好了，回去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注意饮食，适当锻炼。嗯，好，谢谢医生。慢走。嗯，可以叫下一位患者进来了。请进。是你啊。 好巧啊！好巧。坐，请坐。 今天来，需要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？问题？嗯。要撩小哥哥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。请问你喜不喜欢梅西呀？医生，请问你喜欢梅西吗？嗯。